这条街是老人家卖菜的地方，非常新鲜啊，我们去看一下啊、哦。这个我们本地叫擂瓜呀，普通话我不知道叫什么瓜了。擂瓜。听说比那个黄瓜，比那个冬瓜更好吃。更好吃。我们买了一点回去。手脚麻痹的公司内部是问黄了，你看，这可以做种的。这黄的就像那个芒果一样，就像那个木瓜一样。就是你搞办的行吗？买些平地个果实。你个皮跑贴不来个龙皮贴种子的，那个炒辣椒很好。一家的板根吧？一家果子板根，你根毛？你根毛啊？你这个是可能毛。这个挺老，这个挺老嘛，这个。不嘛，这个都搞好。这个可以做证明吧？嗯。这个果实是俺的证明是这个，俺们这个不偏呢。这个做的证明吗？做的。哎，不光靠不光多少好了。那贵了这吗？这个这的吗？那这挺多贵了，这个做正做正这个嘛，啊这样子好黑了。这个很像西瓜呀，啊不要给别给我闹个。好吃，炒粿椒很好吃。这个用的吗？你翁的不用的？翁的多了。还有公司要求的，管理部的都要。现在炒吗？这个炒，那里面的泡皮干，泡皮干嘛？是上干还是炒的？炒是去那个炒房不干过的炒吗？炒这个才能炒吧。